完了，肯定是回不去了。班长，要不咱往回走得了，咱把衣服一脱，上山打游击去。 他呢，就1里地的距离，咱们晚一会儿，趁天黑，咱们一个急冲锋，直接到敌人炮楼底下，端了他，把船给他们弄过来，咱们不就能过河了吗？ 你往东，大广，你往西，我和四虎子往西南方向侦查，搜索范围3里地，1小时之后在这集合，万一有紧急情况，开枪示警。是，是，出发。
情况咋样？跟我分析的一模一样，那边林子里啊有敌人一个连，还有门山炮，几辆摩托车，这边要一打起来啊，最多十几分钟，肯定支援过来。果然是不出所料啊！去，把海参找回来，就是我有办法了。那兔子咋整啊？你快去啊！别整丢了啊！听见没？下去把他抓住。站住！就这儿了。狗崽子，老弟啊，我们不想死，我们不想死，你们不是又在俘虏吗？你们废话，脱衣服，快点脱，脱衣服！小子，啊，还当不当国民党了？我让你当国民党，让你当。江总，谢谢谢谢共产党大哥，谢谢谢谢谢谢。班长，都绑上了。最多十五分钟，敌人就会发现我们，动作都快点。大广，留在原地负责掩护。我呢？干啥呀？海山，会鼓动这摩托车不？我，骑马行。班长，我来试试。哎呀，这拉倒！这叫啥玩意儿？你知道吗？这叫屁驴子，没听说过吧？行了行了行了，四虎子，你负责把电话线给掐了。一会儿咱们就说是修电话线的。等咱们把炮楼上敌人干掉以后，马上渡河。都听明白了吧？明白了。上级已经答应我们了，尽快的补充兵力。只不过人数有点少。那老罗的六班怎么办？这么长时间了，也不知道啥情况。没情况。老赵，负责搜索的三班已经回来了，六班那边音信全无，凶多吉少。那你看六班在我们排的建制咋办？原有建制保留。老赵，你吼什么呢？我有一个建议。咱们把老六班的编制撤销，建立一个新六班，这样也好让他二排补充兵力啊。二排补充兵力我没意见，我说过我有意见吗？咱完全可以想办法给二排再补充一个班嘛。六班的同志不过是暂时和咱失去联系了，对不对？人要是回来了，你咋办？我知道你想给老六班留个名分，但咱不能为了留名分就增加一个班的编制吧。那这个新班叫什么？新六班。就算咱们同意，团部也不会同意呀。咱得面对现实。万一二排在补足兵力之前就打仗了怎么办？那行，你们说的都咋想的？我觉得指导人说的对。行，我不勉强你们，不过我希望啊，
你们大家给六班同志一天时间，就一天行不行？如果一天到了，六班同志还没回来，照你们说的办啊！哎，老赵，你要去哪儿？老赵，兄弟，电话怎么回事？娘个腿的！要是知道了，老子才懒得来呢！快走快走！我估摸着线也没事，可能是传话夹子出了点毛病，你们是不是上来看看？兄弟们，上面忒窄了，要不是你们先下来休息会儿，我们修好了你们再上去。好的，真希望这夜越长越好。我也是，我也希望。老赵，不管刘班能不能回来，他们永远在咱们心中。他就是不甘心。敌人马上就到炮楼边上了。别乱动，对面的看不见咱们。发现我们了！你坏大事了！你死虎子，躲开！班长，班长。
通知各排长，下午2点半大操场集合，开指导会。指导员，你好好劝劝连长，他是老六班出来的，这回六班他心里不好受啊。我在新兵班的时候，就是罗班长训练的我，他可是个大好人啊。去老黄那儿吧。是。老王，告诉指导员，我同意撤销老六班，让他帮我为老六班的战士申报烈士和集体一等功。老赵，别太伤心了，我已经给六班战士们申请烈士了，也可以告慰他们的英灵了。告慰，告慰，我要的是六班9个大活人，不是啥烈士称号。你的心情我理解，如果不是6班9个战士的英勇牺牲，咱们连也不会取得宝贵的时间。啥叫宝贵时间？张飞打赢六班的战士都死了，你告诉我这叫啥？这叫啥？今天下午，全连会给六班开一个追悼会，我先去准备一下，到时候叫你。老赵，都准备好了，开始吧。哎，那边有人。哎，我怎么觉得不对劲儿啊？他们身上有家伙。不好，是共民党。哎，他们人呢？不许动！不许动！不许动！王海山！同志们，举手来！别开枪，是自己人！王海山！连长。万山是万山，
连长。连长。哎呦，万山，你们还活着啊？你从哪儿整的这身儿啊？哎呦，这玩意儿。连长。就知道你们会回来的。来，终于回来了，海山。罗志英呢？其他人呢？到了，这就是牛大娘家。牛大娘患了褥疮，常年瘫在床上。她的老伴儿被日本鬼子杀害了，她把三个儿子送进了队伍，在抗日战争中不幸都遇难了。这就是你们六班的宿舍。咱们还是先去看看牛大娘吧。走，看看去。大娘，我是柱子，我来看您了。大娘，我来扶您。您慢点，那个炊事班中午给您送饭了吗？送了，送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对了，大娘，我给您介绍一下啊，这是咱们的几位新战士，他是王海山，那个六班副班长。大娘，以后咱就是一家人，您就把我们当亲儿子看，我们伺候您。好孩子，不用麻烦你们了，今天你们能来。大娘就高兴，咱前牛庄成解放区了，大娘心里敞亮啊。他是孙大光。大娘，我叫孙大光，以后咱就是一家人了，解放全中国那是52的元宝，那一定一定的。他是大娘，我叫董存瑞，小名四虎子。四虎子，这名字起得好。长得也是虎头虎脑的，我娘也这么说过我。大娘，你跟我娘可真像，等全中国解放了，我就把你接到我们老家怀来去，跟我娘揍辈儿，一起享福，我伺候你们。真的？真的，来，不信拉钩，到时候你可不许去别人家里。你放心，大娘谁家也不去，就上四虎子家享福去。来，拉钩上吊，100年不许变。老六班的问题呢？我和指导员商量了一下，两种方案。第一种方案呢，是让王海三他们几个下到各个班去。第二种方案呢，是以他们三个人为基础，重建六班。我的意见是重建，要不然对他们太不公平了。对，我也赞成重建。王海山他们九死一生回到连队，要真给老六班拆散了，这搁谁谁也受不了。三班长说的没错。那既然重建六班，咱们要确定班长的人选，大家有什么提议吗？我觉着这班长还得从他们老六班人出，王海山就行。说的没错，我也同意啊，我也同意，同意，同意。就王海山呢，能文能武，也有领导能力。就王海山吗？那行，就这，散会。走。孙大光同志。
连部开会决定，以你们六班仅存的三个人为基础，重组六班。我是来征求你意见的。我和连长想任命你为班长、副班长。副班长？嗯。那班长谁啊？王海山同志。王海山？王海山现在副班长都是我让给他的，让我给他当副手。孙大光同志，你是一个老的革命战士，革命不分先后，这个道理你是最清楚的。对对对对，指导员，您也知道我这人吧，一身毛病，你不太适合当领导。要不这样，队长，干脆您就让我当一名战士得了。哎，看你家老牛没？一家这一眨眼功夫不见了。牛一和，干啥去了？人都站队伍里了。咋出门时你才给我吃四个窝头？大半天咋饿呀？行了，你垫吧垫吧得了，你赶紧回队伍里去。哎，我说牛一和，戴上的大黄花，人都显得神气多了啊。牛胖子。到了部队上好好干，给咱们前军官可不能丢脸呐。您放心吧，你赶紧回队伍里去，别噎着，慢点啊。哎哎，我这痒痒，我哪。行了行了行了吧你。哎呀哎呀。新同志到这边来。连长，这几位就是团里给咱们连补充的新兵，说说吧，都是从哪儿来的？我是南山府的，我叫张武。我是沙山的，我叫木多。我是金明义的，我叫石大。我是泉州庄的，我叫李宁。玉和，都带到一排长那儿去吧。牛玉和去炊事班。啊？连长，不错呀，王班长，拳不离手啊！不愧是我们的武林高手啊！啊，海山，听出来了没？你要升官了！别胡咧咧！我咋胡咧咧了？你没听刚才连长怎么叫你？王班长。大光同志说的没错，这次啊，我和连长是过来宣布命令的。海山，六班交给你了，好好干。是。好家伙，刘胖子，你可真是一身的牛劲啊。滚滚滚，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啊，老子没工夫搭理你。洗手了吗你？碗筷没上，吃什么吃？哎，大哥的，你心里憋着，冲我们耍什么威风啊？就是啊，牛一和，你快点吧，我们都饿死了。吃，吃，吃，吃死你们！都是新兵，凭啥把老子分到炊事班来伺候你们这帮新兵蛋子？哎，大哥的，你怎么说话呢？你不也是新兵吗？就是，咋说话呢？啥咋说话呢？老子自愿参加队伍，就是为了打老蒋，不是跟你们吹了。当年打小日本的时候，那老子也没含糊过呀。行了吧，老牛，你就别吹牛了，回头吹不好再把你身上那张牛皮给吹爆。咋的，张武？你小子不服？哎，还有你们几个，今天还谁不服？来，都上来，我老牛撂你们几个大跟头。来，哎，我就不信了，来，是吧是吧？是吧是吧？是吧是吧？哎哎，干什么干什么？干什么干什么？牛玉和。让你分饭，你瞎折腾什么呀你！我说小伙子们，有劲使在战场上有多好啊！先吃饭，先吃饭，先吃饭，来，都吃饭。不是，你个新兵叫什么劲儿啊？招的我他妈！赶紧回去，赶紧。
本来一切进展都很顺利，班长制定巧取的计划，我们也顺利的渡过小沱河。这个时候，敌人又突然出现一个暗堡，两挺机枪的火力一下子就把董存瑞给罩住。班长，是为了救董存瑞，才不得不冒死突击。是董存瑞才导致了班长的牺牲。那你为什么下这个结论呢？如果不是董存瑞无组织无纪律，我们也不会暴露目标。更让人可气的是，他暴露目标之后还逞个人英雄主义，搞单人冒进。要不然我们也不会应聘，罗班长也不会因为掩护他而牺牲。孙大国，你说说，这个董存瑞就不像参加过民兵打过仗的，一点气也沉不住啊。咱们罗班长牺牲的太可惜了。董存瑞，你为班长的牺牲负责任，负全部责任。孙大国，到，把董存瑞给我叫来。是。干嘛，班长？董存瑞，连长和指导员找你呢，好事。啥好事？去了你不就知道了吗？啊，连长和指导员正式任命王海山为咱们六班的班长。真的？哎，那咱们以后不就有班长了吗？对呀。呵，王海山在连长和指导员面前没少说你好话呀。哎，快去吧。那我去了啊。哎，在咱们班没那连部，知道了。强渡小沱河的时候，为什么不服从罗班长命令擅自开枪？当时敌人的暗堡朝门开火，我以为他发现我们了呢。胡说，他们根本就没有发现你，完全是在火力侦察。就连敌人乱开枪乱扫射都看不出来。你知不知道因为你这枪罗振班长牺牲了？老赵，别激动。连长，指导员，就凭董存瑞连火力侦察都看不出来，我认为他不适合待在战斗班。不会战斗班去哪儿？去炊事班。对，就去炊事班，明天就去。炊事班就炊事班，我知道。罗班长的牺牲是因为我害的，你们想怎么处罚就怎么处罚吧，我没啥可说的。可是我现在不去炊事班，等我替罗班长报案之后再去。我让你去就去，这是命令。我不去炊事班，我要替罗班长报仇。你敢？董存瑞，服从连长命令。正好这两天，你自己也反省反省。明天就去炊事班报道。四虎子，四虎子，你咋还擦枪呢？都几点了？你都是炊事班的人了，你还擦枪有啥用啊？哎，董存瑞，去炊事班之前赶紧把枪交了。要交也得明天交。今天交明天交不是一码事儿吗？
哎呀，我求求你了，行吗？你别擦了，你吵得我都睡不好觉啊！必须得擦，啥时候回来我啥时候用。你还想回来？我告诉你，董同瑞，你什么时候学会像个兵了，什么时候再说回来的事儿。哎哎哎，王哎，再整一碗呗。刘玉和，你都吃四碗了，你还吃呢？哎，班长，班长来了来了。那个，班长，没吃饱再来点呗。刘玉和，别人都够，怎么就你不够啊？你可真是个大肚汉呀！大肚汉咋了？那队伍上总不能饿着咱们吧？哎，刘玉和，那你参加队伍？就是为了吃饱饭啊！参加队伍那当然为了打老蒋啊！谁想到，俺给我分到炊事班来了。你说啥风凉话呀？怎么，炊事班就不是干革命了？我还告诉你，你能飞到炊事班啊，应该感到光荣，无比的光荣。哎，光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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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班长饿得不行了，你再来一碗。没了，一个人就这么多量，还两个班没吃呢啊！不够啊，自个儿克服吧。吃。董翠瑞，你什么意思？他吃剩我那份，你管不着。你不吃饭行，不干活不行。去，把灶房收拾收拾。我去跟他一块儿。董翠瑞，董翠瑞，来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哎，董同志，这哪是你干的活啊？我来，我来。我知道你叫董存瑞，小名四虎子，是咱们战斗班的老人，打过不少的大仗。这可不是你干的活啊，我来吧。哎，我说，你叫什么？玉和，牛玉和。酱牛肉的牛，玉米饼子的玉，韭菜盒子的盒，好记。我说玉米盒子啊，你离我远点。不是你捣什么乱呢？董存瑞，我不是想给你捣乱。我就是早就听说过你，对你挺佩服的。有啥可佩服的？谁不知道你董存瑞呀？打过不少的大仗。哎，就说上次你们六班，几个人阻击了两个营的敌人，是吧？保护了咱们的辎重部队不说，还从敌人的魔爪里死里逃生才回来的，是吧？哎，你给我讲讲你们上次是咋从那敌人的一层层哨卡里跑回来的呗？王二。董存瑞，嘿嘿，你俩倒挺清闲啊，别人都在忙活，你们俩都在这瞎聊天。既然你俩眼里没活，我给你们派个活。董存瑞，你把那土豆给收拾出来。牛玉和，你不是熟悉这里情况吗？出去采购点粮食、蔬菜什么的，去吧。是。哎，董存瑞，你那个。你等等我啊！你等我回来，回来我接着跟你唠，我可爱跟你唠嗑了。
生再生。